家里的红糖砂糖储存久了，往往就会结成块。用锤子敲碎，不仅费劲，又会四处迸溅。其实，我们用两张餐巾纸就可以轻松解决。纸巾用清水浸湿，完全覆盖在板结的糖块上。经过一夜的时间，红糖就会变得绵软松散。此时就可以重新装入瓶中或袋中，方便使用。